元熙15年8月，远在西部边陲，无数将士距离呼兰于重地宁朔之外，血流飘杵，悲息壮烈。与此同时，我华美的吉姬之旅正在建宁皇城的太极殿上。 掀起另一番不见硝烟的腥风血浪，或许一切从那时改变，不，一切从没变过。 只是那个无忧无虑的小郡主长大了，终于被拖进了惨烈的棋局。上阳郡主吉吉开礼，请进民长公主。 我的小阿武终于长大了。吉月令臣，乃身而服，进而威仪，殊胜而德，眉寿万年，永寿无福。